好节目是一个接着一个，接下来让我们金掌银掌仙人掌有请西北相声领头羊苗阜王声闪亮登场。凉风八七威龙，小千万千万怎么样啊，你把这个要青菜给比个上来多好啊，是不是？非常高兴啊，对，今儿啊咱们纪念张玉堂先生这专场啊，今天来自咱们陕西各个园子各个团体的这个领军人物啊，都算是齐聚一堂，对，非常高兴，还有咱们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来给我们捧场。刚才是玉浩，对，还有海峰两位给您说了一段就旅游漫谈，嗯，接下来把我们换上来。对，说实话这两天呢，王声老师也是家里的荣事繁身，可能有老观众知道，他媳妇儿这两天怀孕了，按理说应该在家照顾，但是这个事儿咱得干好，毅然决然的把棍棍放在家里，来到这里坚持的。我把什么放家里了？把你媳妇儿放家里啊？我媳妇儿刚才您说了一个什么代号来着？棍棍呢？我又不是孙悟空，我把棍儿放家里了。你媳妇不叫韩铁棍吗？你媳妇怎么不叫嚼钢筋呢？我媳妇还叫和水泥呢。你们家有一施工队，韩铁棍吗？你媳妇怎么要抛弃了？怎么着？不是，刚才我问你一句，哪有一个女同志叫韩铁棍？这名字听起来多 power。 power 管什么事？女孩不能叫这名字呀。女孩叫这个名字多可爱。有点韩铁棍，再说人家叫韩铁棍，人家还叫韩，一叫韩铁棍，你怎么着？你说你这破嘴，不是，我听着我就觉得可气。可不可气？什么叫韩铁棍呢？人家本身就叫韩铁棍，你还怎么着？哪来这么一个名字？人是不是姓韩？是不是姓韩？是不是姓韩？姓韩姓韩，你跟抽了风似的干嘛？我替他报户名，你知道吗？姓韩没错，人姓韩嘛，人家不是韩寒那个韩，人是韩寒那个韩嘛。哎呀，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韩。听不明白什么叫是韩寒这个韩，不是韩寒那个韩。不是韩寒那个寒冷的，还是韩寒那个姓韩的韩吗？我就是姓韩就完了。姓韩嘛，姓韩嘛，韩湘子推销那个韩，对吧？韩湘子有个湘子庙八仙，对吧？您真会找人物。我一直没想起别的人物。您这样推是底儿，竖过来才是香。不太研究过这个问题。我对民乐不懂，哎，我对民乐不懂，嗯，反正就是那姓韩的韩，没错，姓这反正韩这个怎么着了？哎，这赵钱孙韩嘛，赵钱孙李，周正韩，周正王，这蒋沈刘洋，那蒋沈韩阳，赵韩就错过去了，反正就姓韩，嗯，哎，人家就正常姓韩，不铁哪来的？铁人家排字啊，嗯，传统家庭中排字，嗯，你媳妇家也排，嗯，你们家是铁棒磨成针，刚好排铁字，哎，韩铁。等一下，我媳妇家排字儿，这五代孩子是铁棒磨成针。哎，我媳妇铁字辈儿。对呀，到棒子辈儿怎么起名字？韩棒棒，韩棒冰。别来了，韩棒槌什么啊？什么名字？你让我帮着起的呀？我让你帮着起的吧？我这不琢磨吗？这棍，哎呀，这个棍挺有研究。什么研究？他岳父啊，岳父老泰山年轻的时候爱抽烟，现在也爱抽烟，现在也爱抽，抽两天特别行。嗯，那外号叫一根火。嗯，什么叫一根火？早上起来点一根烟，拿一根火柴，呲啦。嗯，这烟抽上了。好家伙，再就不打火了，不花火柴了。一根接一根，一根接一根，一根接一根，这接龙啊！一天到头就这一根烟，一直到闭眼。叫什么闭眼？掐灭。睡觉的掐灭。一根火。最爱抽的就是喉咙棍，什么烟？喉咙棍呢？喉飞板，金丝棒片，金丝猴。哎，为了纪念这个烟呐，所以给孩子起一个韩铁棍，多好的名字！我媳妇叫韩铁棍。嘿，嗯，错
况好像心挺好，也挺温柔。但是结婚几个月，很快就怀上子嗣了。皇上也没有在家呀，也好好照顾。说实话，觉得挺对不住人家。因为我们干这行的，有时候没办法。在亲戚后台，家里出了什么事儿，自己亲爸爸死了，后台磕一头，照样上台，还得亲自叫。为什么？这就是这行业的要求。王老师说实话，人家在这行呢，还是特别的讲究认真。为什么？学问高，能耐大，谁呀？才智高，一直广，有素质啊，有物质，各方面都有，也素质比较全面。素质跟物质能在一块齐吗？我给你凑个多一点啊，你别凑了。小王挺好的，小王，我们在一块合作也算是六年多，将七年了。好家伙，小时候也是一块长起来的好朋友，我们发小，不是发过的小王啊，发小，一块穿着开裆裤，带着尿不湿，推着铁环一块玩起来。哎呦，咱俩工作真繁忙，你看看。什么叫繁忙？不算负重跑吗？穿着开裆裤，带着尿不湿，都推铁环。不显得咱小时候生活比较丰富吗？没有这么丰富，就是那么一块玩起来的啊。没想到将来就走到一起，在一起说相声，说台也是缘分，也是缘分，在一块六七年，小学同学嘛，是小学同学在一块，但是中间的也很多的历程，也经历过。王老师本来想去干那的，后来没有干成。然后呢，我想去干哪个？你想去干你想干的事情啊？你给他说清楚好不好？我哪知道你想去干嘛？那你说出来就真……反正准备想去干那个，没有干成，结果干了这个。而我吧，说实话，原来我也没想到，后来还能说相声。因为相声市场一直不景气。也是说实话，靠相声嘛，都没饭吃。后来人家说嘛，由于相声这个市场的衰败，直接导致了婚庆司仪方面的兴盛。而整体都出来了，整个感觉也都出来了。但是王声老师就比较痛恨这个，你像王声结婚就没有请司仪什么的，对，因为王老师结婚就没有办事儿，见得惯了，他光办事儿，他就没有办事儿。王声，这个可乐没办事儿，你们幸灾乐祸。我有一点不明白，什么叫没有办事儿光办事儿？没有大的集体那样办。因为一般不是集体都要办那个大事吗？铺一件卫青仪式吗？撕拉铺个红地毯，那是铺卫生纸呢。撕拉哪铺过去啊？摆两溜这个野魂，路引路引，摆两溜路引，怕摆好。这是新郎站到旁边，请一个金牌司仪，金牌名片上印着金牌司仪站在那，满含热泪。金钱四射，一对新人马上就要步入这个婚姻的殿堂。啊，咱是这啊，咱是这个一会儿，咱们一会儿这个掌声就起来，一会儿还祝福一下。你想，人家新人这个父母把人家养育折磨的。啊，这金牌司仪是户县那边的，反正金牌司仪一般都背口音。一会儿新娘就来了啊，穿那个纱帐的那个衣服，婚纱，后边带俩孩子啊，带俩，这个大褂准备一下，后边还带俩孩子。孩子后面扯裙子吗？别扯，这裙子一扯就掉下来了。反正扯着捧着婚纱，哎，对，一般都这么干。王老师没有，零打碎敲的那么请，那叫分波流水席，哎，也挺累。这整体而言吧，人家棍棍也比较理解。你不提这名字行吗？这名字都是肉头啊，你就不爱听。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呢，当时求婚的那个盛景。当时是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偷人去了吗？人家兄弟，词儿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这像话吗？就是那个，也就是说大庭广众的时候，大庭广众之下，好家伙，聚众啊！哎呀，这跟求婚呢，我去中国赌博去了。王老师缓步那个深情，那个眼神缓缓走过去，单腿跪地，棍棍，哎呀，说完之后就掏出来啊，戒指。啊，戒指，好求婚戒指嘛，镶金的，天外镶钻的，镶金的，买一铁圈上面糊一层金皮儿，求婚去了，反正好戒指，镶钻的，好，高高举起，棍棍，哎呀，嫁给我吧，这名字，好家伙，人家这开始，这才是梁红孟光啊，比翼齐飞，并蒂花开，一秋之狼。郎才女貌，这在一块多搭配。这女孩原来多好的工作，人家都不干。哎，对，好家伙，人家原来开连锁店，人家卖银饰品，后来都不干，人家专门在家伺候王成，给王成，男童接待，照顾亲戚。
说能说的说啊，不能说的您在这歇会儿。废话，您会说中国话不会？怎么不会啊？您多喘一口气，我媳妇改了工种了。是吗？废话，你原谅我一下，我这来是破水性休克的，他不死呢。你是怎么摔门是怎么着？哎呦，上次轮到我，我看那姑娘是不是都给我归我了？就讨厌，就那感觉嘛。行，你说清楚。卖银饰品的，哎，原谅我凤凰，老不强了，老不强了，老不强，不行了。我人家辞职不干，在家专门照顾王生，对，多好多好，现在专门给你说相声了。嗯，想当年我们都有各自的工作，王老师那时候翻译。翻译进口挖掘机那个说明书，我还是学进口挖掘机修理的。我吧那时候不干这个，嗯，因为我是好唱。你干那个？我干哪个？我好唱吗？不是，我唱哪个？我爱唱个小戏，嗯，哎，小曲儿、小调唱。您把那周老师、包老师对唱的多好听，我都也爱唱。嗯，您开玩笑。你主要唱什么呀？我主要唱秦腔。爱唱秦腔，你开玩笑，我喜欢秦腔，你嗓子听起来像秦腔嗓，生猛正确，听出来霸气。嗯，秦腔最大特点，嗯，听不清词儿，那听什么呀？听的是韵味。秦腔，五路秦腔我都爱听，是吧？同州梆子、碗碗腔、阿公腔、道庆迷糊，嗯，都爱听，好听。说的，城墙歌。每天早上城墙根旁边有那四个班儿，拉胡琴，当当当当当当子儿，当啊当子儿，当当当当子儿，当，当子儿，当当当当子儿，当啊当子儿，当当当当子儿，一子儿当。自从你两眼一闭，哎哎哎哎哎哎哎，撒手而去，这个家弄得我。左手无忌搂住我的儿啊，我看人家是自个班唱秦腔，啊，这是秦腔旁边那个豫剧班。谁问您这几班？您能介绍秦腔？我都爱听秦腔，我最喜欢听的是花旦。花旦？哎，秦腔花旦您能来？您说花旦吗？哦，铜锤花旦，那就碎了。铜锤花脸，花脸，秦腔这不叫铜锤花脸，叫黑撒。对，黑撒。啊，爱听这包公戏，好家伙，大黑脸，能唱吗？能唱。我后裔没后腿，公子不必同僚背，惊了封家里用亏。你看老鸨仗义黑，头顶黑，身穿黑，黑撒黑脸子一定黑。爱听这。叫这两个字够一个票友。你什么叫够个票友？啊，我本来就是业余非专业票友。不是业余非专业票友啊，业余本来就是非专业的，还是个票友。你这差点业余到什么地步？我专门学过一段时间，我那时候还拿过奖，就是那时候跟人家在一块玩的时候还拿过奖。对，拿过奖。什么奖？没有奖。哎呦，那老师，我肃然起敬啊！怎么着？您一个业余演员能拿梅花奖，中国戏剧界最高奖项哎！没，你什么二的？你什么说？我啥时候说梅花奖？您刚说的梅花奖，就发你管牙膏，给你管牙膏就是你造好的事儿。你说清楚这破嘴！我们这就专门我唱的。自己的一不是还好，您刚才说您能学过，学过，同名师访高友，学练武术的同名师。哎，我能说学着。您跟哪位学的？我不爱说这个，为什么？一说这个，你又不知道，你对秦腔又不了解。谁说我对秦腔不了解？您要说现如今活跃这几位，我可能不知道。啊、您要说老是年间，就是您开始学戏那会儿那几位名家，我许是知道一两个的。我说一个，你能知道吗？再来一个，运动汉知道吗？嗨，唱戏声的吗？胡子声、武生、师生都能唱啊！知道这个？知道啊！运宗汉，我跟运宗汉学的。运宗汉是您师傅？他是我师哥。对，我是我师哥拉出来的。那您也算是大角。怎么什么叫大角？我都听不懂。您是我师哥拉出来的。我是我师哥代拉的，代拉，代拉师弟，你知道吗？回头把这名词说出来。代拉师傅给我
是了啊，弟子尤其是掌门大弟子带四书徒，哎，带拉书，而且毕竟人家人本来脾气就好。嗯，我说我在因为是，哎，不，哎呀，就说那好岁数，别雄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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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雄气。哎，你平时是搞相声的，我的成绩也都是雄气雄气雄气。哎，那么你一讲，回头我听个相声，你给我免个费。你算俺徒弟的，算俺徒弟的，这意思就不错吧？没有，这教的都特说话，跟岳先生学的。你开玩笑，学好几年，后来重新说相声，有只有帮助。真要说岳先生学的话，您这刚才唱的花脸就不错了。对对对，您得唠两声秦腔的虚声或者小声戏。你开玩笑，您等会儿来唱，我唱唱，我一个人来唱。我这唱，我跟你在这唱，就在这，咱是相声大会，清唱清唱露露嘛。我就是清唱露露，欣赏欣赏您这嗓音。我露露那不行啊，我是这，我们一般唱的都热闹，你知道吗？而且这个我一个人唱没什么意思。要不这样，要不你再说我不是唱人，你不是唱人。哎，我唱个那也行，唱个热也行。你得知道，我会的戏太多，老是岳先生跟我们在一块儿，雄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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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子热，雄鸡雄鸡雄鸡，那个小子热，雄鸡雄鸡那个小子热，雄鸡雄鸡那个小子热。岳先生后来去世就是这样累死的。你这一说，我可无乱呀。不是，我真奇妙。这样，我挑一首，你挑你挑。因为广大观众在这坐着不知道，众口难调啊。对对对对，我替大伙儿祝福。你说，人来请点名表情。袁文湛先生，我原来为什么喜欢呢？老都特别好，你知道吗？袁文湛这么大年龄了，但是跟我在一块儿，您人家台湾人，不是所谓的，你兄弟兄弟兄弟，真好啊！哎呀，就是这，你等着今天晚上岳先生抽风去。哎呀，叨叨什么？我跟你告诉你，唱你出了，说啥嘛？袁文湛啊，您啊，唱一出啊，袁文展子。方门兄弟，方门啊，方门，什么叫方门？我们家就是方门，我们家也不是圆门啊，谁家就洞里头有一圆门、啊？你不是说圆门？杨家将，你再琢磨，你再琢磨，哦，什么乱七八糟？来来，换一出，换一出，啊、你去，咱来一出打柴劝弟啊，多少年不打柴？那您怎么打个柴？多少年不打柴？无乱的很。要不咱来一出《杜十娘》？你是不是饿的？秦唱。你要是饿的话，你就死了。你跟岳先生学的这个？岳先生人家是生，你唱人带。废话，从小养出生气，你不会。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原来咱在地板，你怎么知道我就不会？我跟岳先生学的是什么时候？韵先生，好家伙，我跟人学生唱现代戏，说新唱新都唱现代戏，你说那都是那个，好家伙，牛鬼蛇神。韵龙汉先生现代戏《智取威虎山》呢？你看看，你早说这个不就完了吗？《智取威虎山》八大样板戏，韵先生唱的最好，秦腔可只有他唱这出。你开玩笑？您能来？你开玩笑唱谁？杨子荣啊？对呀，早点弄。你掐去两头啊，不唱当件那就别唱了，那就你不是觉得强吗？就唱当件这一点戏，我就唱当件这么一点儿，哎，那不行啊，嗯，我没穿这个虎皮裙啊，你不带金箍棒吗？我带金箍棒干嘛？人讲虎皮裙，杨子荣人家有这虎皮裙，咱这儿没这条件，您就这素身穿大褂就行，素身我就穿这就行，嗯，反正也行，也行，行了，可以啊，就唱这，您来，我一个人呢，我一。我就不行啊，我们一般唱都有一个乐队伴奏，哇好隆重的哇，跟我们这个哇就热闹，你知道吗？您在精神病院唱的戏哪有唱戏啊这样，我给你烘托这个气氛哇就起来了，连服装都没有，行头都没有，更别提锣鼓家伙场面了，我因为站在这儿我就得孤单，您什么意思啊？
你得留着给我搭个戏，配个戏，你知道吗？需要配戏的。哎，老成吗？我跟您配。你给我配。戏你给我配。废话，我知道你给我配戏，你还能给我配什么？看您松眉大眼的德行。你给我配戏是吧？嗯。你哪出啊？您让当劲儿啊。您刚才说了这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对。我想听一第四场。怎么样？我听这大虎上山，好挑，有身段，有唱，好挑。再来第五场啊，打入匪窟，长不长啊？长倒是有点长，咱俩不是那单杠唱吗？那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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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咱先来第四场，第四场大虎上山，大虎上山，行吧，行。哎，让我这桌子跪着跪着，我前面往后移一点，给人空出的地方。看不见。这个您拿着啊，来，这场没我，我下去这儿等着您。您我刚不是说要给我配合的吗？第四场没我的事儿，你看过这场戏吗？打虎上山就您一个人没我，你咋能没你？我这兵大爷，我给你打出个电话，打个店小二。打虎上店小二嘛，刚上台，店小二，我饿了，我有点饿了，我去吃饭。我这边有点酒，你是让我喝三碗粥，我喝了十八碗，是吧，老虎？武松见坐山雕，你说打虎吗？杨子荣打虎啊，唐马出来，北风一起，看见远方有虎，一个片马下马，一个过园拿枪把老虎打死，三个飞着挡路跟前，一看老虎死了，仰天大笑，唱那段唱啊，你那前头说的啥？不都是您的身段吗？那乌拉巴你还身你还骗吗？看马得骗马，我两分没拔起来。两天没打进就硬成这样了，我这回功回得快，你知道吗？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你我就直接唱，直接唱，身段不了，你直接唱，哎，唱也成，唱也成，啥词儿嘛？就是跟咱们研究研究，不会，会，会唱吗？会唱不就唱了？忘了，没忘。没忘唱呢，想起来了，还是忘了。忘是忘了，想起来想起来是不一样。忘是全忘，想起来就开头一点想不起来，一提我立马就想起来。这是想起来，那是忘了，忘是忘了，想不起来，这都不一样啊。你不要混淆概念，知道吗？你刚才说到最后那块，嘴不能用马赛克了，知道吗？不能用马赛克，太快了。你给我提个醒就完了，我提点什么？提个醒，快词啊！穿林海，跨雪原，行了，完了，行了，知道。你来，我听您那段唱。哎，我唱我不让白唱。嗯，人家这唱我把乐器都给配上，烘托这个气氛。我们原来就有那个乐队，哇，你看那赵氏方面要有贺龙。你当然一般唱的过去的古典戏都是那个祭琴，嗯，板胡，噌噌噌拉着祭琴。我们没有，嗯，这里有一完全是管弦乐、交响乐伴奏，当然要有那个出插号。什么乐器？就是出插号。这叫陈法，这名字人家不自了班起吗？反正是，我是乐器不练谱，你拿呀，这边是有东西。这是吹出来的？那你觉得是怎么出来的？我听着不像圣范奏动静，知道吗？我这不是八个音吗？哪场来着？打入匪窟。
有你没？我坐山雕啊！你们这么好，我给您配坐山雕，两个人一搭，这样行吗？我轻轻松多了。你来，我来一配砸。你行，你来就行。这么着，我置一座吧。你可以，可以，你这样就行。你昨天这身体不太好，现在两个人一搭一配，哎，他往这一坐，我往这一坐，哎，戏也好看了，两个人也搭配起来了，就跟相声还不太一样，人家有韵调，哎，哎，王老师辛苦啊，辛苦，谢谢啊。这哪行啊？不是你起来，我累了，我其实也累了。这个座你不能坐，这是坐山杨子荣，我杨子荣坐山雕的座，杨子荣不能坐，杨子荣站着，杨子荣还得站着，哎，给，我坐山雕，您学的杨子荣啊，我也能唱坐山雕，我给你挑战，我唱不了杨子荣。学嘛，学海无涯，不识山。别别别，别来这套了。这样，坐山雕也不错，坐山雕也不错。哎，还是个坏蛋。对，我来。这演员就为个座位，您看见没有？杨子荣啊！来来来来，这样，这个您先归后场。我到后场，我这儿一叫号，一叫单溜子，你就上出北带了，你就上来了。啊，东北这黑话吧，这人质压上叫六六子，一喊六子，哎，我就上，一叫来我就上来，对对对，来就懂，懂过来了吗？我拿着我这哨棒就过来了，拿哨棒干嘛去呀？这不是哨棒，马鞭儿，马鞭儿，这会儿你已经没有马鞭儿了，叫官就官，我明白了。我搭一架子，要不然跟这位唱戏太费劲。呆溜子。别急啊，大刘子，要不跟你说一单口吧，我会这个，我会这个四平的。哎，你怎么叫的？你来来来来来，你叫啊！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到这儿来啊！我嗓子都快喊破了，我有点偏吗？对呀，注意集中啊！别别别别别，没有说闲话的时候。大兴，不要再叫我了，大兴讨厌你。他媳妇儿来了，没事。后台这么黑还能看见他媳妇儿，了不起，这都是。单溜子，喊我一喊带溜子，先生他要真喘，你看这。杨子荣哪是你这样？不是，赶紧跑上来了。您俩得有个气概，杨子荣上头还来。大场往开一拉，有个英雄气概。大场往外一拉，哎，有个英雄气概。对了，你说这我就明白。费劲呢，我这个，这横嗓不好来着。带溜子。行头有个意思就行了，您不能做出这种无实物表演啊！对对对对，老说你，哎呦，我胡乱的。您这会儿见过杨子荣吗？跟你脱了身要去喂奶似的。没见过这种演员，我告诉你，我哪一张？我这出这主意我都后悔了。我坐山雕抬椅子是为凸显我坐山雕的匪气，我抬显得我英气。你踩的不好看呐，我就爱这么踩。不踩，下去。说好都踩了，踩我脚了。没注意 ，sorry， 没听。你看着点儿嘛，两条线，两条线。你不还是跳的早吗？
画条线，你注意点啊。天王盖地虎，给你了，上去。盖得好，不听你的，哪有盖得好这一说？我不夸你了吗？没有夸人的台上，说词儿，你早上说词儿就完了。天王盖地虎，喊你何下土？谁是盘中汉？你比天地虎。什么词儿？说这个词儿的，那应该说出国的当午，还得喝下吐吧。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啊，宝塔镇，我先说。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我喊我喊，好你喜欢。给我干什么？你哪来这个日本话在这里头？你都说是摸汗摸汗吧，你摸汗摸汗是土匪黑话，你得接茬回答。正晌午说话，谁也没有家。哦，这是黑话。好，你希望。你说一句耍流氓的黑话，然后谁谁谁，我哪说耍流氓的黑话了？摸一汗摸一汗。摸汗摸汗。啊，摸汗摸，不是摸摸摸，你看看那眼神儿。你看我真是凑合看看谁媳妇儿了，瞅见谁，我没找着媳妇。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摸汗摸汗，正晌午说话，谁也没有家。脸你怎么红了？我好意思。哎呦，你还真会害羞，我也没摸你。你还得什么叫不好意思？你就不好意思了，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姐，我，你先说，怎么让我先？对，为了我的安全起见，我把后头都告诉你。我说脸怎么红了？你说精神焕发。我说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我说这么说你是属领导的人了？你说我是属领导司马副官的同彪。哦，我的天！知道了，来了，你几个是你班的同学？来，成了啊！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这么说你是市长的人了？我的市长手下司马副官，我叫吴彪。吴彪，市里长有两件新内奏，你可知道？当然知道。哪两件？你猜。我猜。我猜什么？我猜。我猜什么？你猜，你猜，你猜，猜猜嘛。我不猜。一是马，一是刀。一是马，一是刀。马是什么马？黑龙。好爸爸！哎呀，哎，这是到美国演去了，到美国谁让你演这戏？骑大黑马，你看那马是有人骑美国总统出来了，你看见没有？马是青鬃卷毛马，马青鬃卷毛马。刀是什么刀？金丝大环刀。都是日本指挥刀，都是日本指挥刀。可人坐凳在什么地方？是皇军坐凳在牡丹桥木头楼。皇军坐凳在牡丹桥木火楼。哎呀，来我现在所列为第五旅报满团后，下去就上去吧，来酒宴拜堂。你说歇哈耶，这儿摆酒宴，你就唱唱最后那四句，咱就结束了。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唱啥嘛你？唱戏吗？唱啥？还能唱啥？啥戏？秦腔。我记得今天有词儿，不会，会唱吗？会唱，会唱，忘了，没忘，
没有唱啊？想起来了。还是忘了吗？忘是忘了，想起来想起来，忘了全忘，想起来你请走我，你买一木牌来。我告诉你，早有一天你什么四句啊？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忱写春秋。哦，和你我老是我吐他一下，你别做你怎么样，你明白没有？明白，你就来。我丢不起这人啊！干洒热血在红楼，在红楼。我是杨玉莹了。今天呢，本来呀、啊、是人家张玉堂先生纪念专场，对老先生呢一派之宗，对老先生呢证明。其实过去啊，咱们西安城啊，由于市场静安市场有一道奇景，可能各位有听说过的，咱们局志也记载过。过去啊，整个张玉堂先生一开场演出，好家伙，全场不管多少人啊，齐声就喊俩字儿，烧鸡，烧鸡。哎呀，几十年没听过，咱今天听听吧。勺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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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喊得我都饿了。看咱这乡长多好、其实真的各方面呢，都是这么长时间都是各位捧着来的。对，能耐不计有往的力气。在星曲社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所有演员不管能耐大小，下台裤衩儿必须是湿的。您上台主要是哪部分用力呢？裤衩阴透了，你知道吗？王老师就是我们后台的摸裤员。不是，他给你干这活的，我在检查内裤。没听说。其实说实话，这就是说怎么说呢，就咱得卖力气。打个比方吧，其实我老说这句话。现在所有演员得好好演。人在坐床，天在看。你不管怎么说啊，这么些年了，咱们所有的这个，我们吃着喝的，就连裤衩都从您兜里掏出来的。您琢磨琢磨，你给我指出来，你裤衩打谁那儿掏出来的？我裤衩你都管得着吗？这有什么比喻吧？您别老拿裤衩打比方。好多观众说实话让我们非常感动。嗯，上一次我有一朋友啊，今天也来了，好家伙，秦侃，这人叫秦侃啊，汉中人。汉中人，上一次来听相声，票买过，买第一排的。我那次是1200多块钱，第一排的。好家伙，准备来的头几天开颅手术。哟，好家伙，清醒后第一个事儿就给我打电话，我去不了了，请好好养病。太爱听相声了。后来呀、啊，那什么病好了，瘸着腿。我们上一场有人来了，见前面架了个椅子，就让他架腿的，要不然就没地方放。今天又来了，你琢磨琢磨，汉中过来480张票不够你的油钱。跑过来，说实话，我们心里非常非常感动。就这一点来说呀，就他媳妇儿也说，好好给人说相声，人棍棍这点都特别了解。好好给人说，我家要真有根棍，我先抽死你！我跟你说，
我媳妇就说了，你在家你什么都不用干，好好练你相声，报答衣食父母。那对对对，报答衣食父母。嗯，即使咱们说相声挣不了钱，吃不着饭，哪怕我这有下场，哪怕咱们家当金卖银，对吧？咱们还能撑得会。我们家呀，只会带前的那两样，后的两样你回去干干去。带着我嫂子跟娘走在一块儿，就咱就说这个意思。嗯，所以在台上你得卖力气，不管他能耐大小，是就是练。嗯，十样打耍，耍残便练。嗯，我也得练自己能耐。您我在家里你说都会吧？嗯，也不一定。哎，没有完人呢。十样打耍，耍残便练。嗯，耍残便练我都不全。我耍残便练，我们耍残还行。耍残便练咱们不行，耍残。那你给耍一个。我就没准备呀。这说相声的站台上说上来就得来呀，现的我得运运气。您各位愿意看不愿意看？这得运气的，你不用太晚。惭愧惭愧。耍残啊，这是咱的绝活。练练还没有学会。那您要拿这个当学活的话，以后不要吃梨。为什么呢？挂坛，你还是个背。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开玩笑，开玩笑，挺好的。你看咱们家棍棍呀，哎，我觉得说实话，刚才那谁玉浩说这空姐啊、飞机的什么的，人家媳妇原来真是个空姐，退休以后啊，从来没换。我缺一奶奶，我娶退休了。人就是病退，对，病退也不成，内退也不成，就他的公司倒闭了。倒闭了，然后呢？航空公司还能倒闭？对呀、啊，公司小。哪公司？驻航啊，驻航。驻航，驻马店航空公司、啊。我来这驻马店航空飞哪儿的？飞许昌。后来不够油钱，连洛阳都不要。倒闭了嘛？倒闭了。嗯。人媳妇那时候特别好，他媳妇那时候在飞机上，人家空姐嘛，特别漂亮，长得又高又溜溜。好家伙，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而飞机上不是有那特殊服务吗？特别服务。特别服务吗？叫香烟服务。媳妇往那一站，那个咱俩对呀，尊敬的李凯，你好。对对对，空姐得是中英双语，得说普通话。您这是地方特色嘛？哎，您好，是这啊？这个今天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个飞机飞哪儿呀？人家自己看吧。哎，这个今天这个路上给大家准备了点小甜点，有吃的。哎，什么烙面条、肉馍头、胡辣汤啊，最简单的。飞机上吃这个。啊，就这啊，准备起飞了啊！我烟都闭上啊，闭眼。我数一二三啊，一、啊、俩、仨、啊，起飞到了啊！我这不够油钱，不够油钱就完。那媳妇挺好，就是一口乡音，到现在可能刚刚改过来。现在还是河南普通话。俩人在一块儿刚接触时候，好家伙，媳妇是说不了这，还而且说话还带点棒。咱说实话啊，有点话棒。哎，说实话还带点棒。嗯，别弄老说的酿的浊。什么时候酿的浊？还提这个了？往什么干饭吃饭吧？那酿的浊啊？往啥？跟你睡吧？那酿的浊啊？说，老王实在受不了，你别说，别说，别说。好家伙，你不知道我爹的小名叫浊吗？我也不知道他爹的小名叫卓呀。嗯，我要说他爹的小名叫卓，我说啥也不说，他娘的卓呀。哎，他娘的卓。哎，这怎么又来了？最后一次咱没说过，不说了，连着三四个月没说过。嗯，王生那天回来说我是试探试探他了，试探他了。嗯，哎呀，走一走，晚上回家也喝点酒。嗯，悄悄的啊，悄悄的把这个右腿就伸出来了，右腿袜子脱下来。等会儿，等一下。我脱袜子还有这做法？我这是什么袜子？防寒的。你不是颈椎不好吗？我颈椎不好，穿一长筒袜子呢。咱们有学位的事，咱不太懂。这又伸进去了，叉叉叉，去，没输，嗯，再来一回，还来，左腿，嗯。这个还有吊袜带呢，左腿松。唰，这回去，还是没输，再来一回，还来，再一再二，又再三再四，最后一回了，两腿平移过去，嗯，唰，输了没有？这位媳妇说话怎么说？握手，嗯，三更半夜不睡觉，把那爹塞我被窝头上啊！去。
一会儿剧场该拉闸了。哎，那个尽量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哎，啊，可很多呢，可能老观众都知道我们的很多东西。其实相声啊，千锤百炼，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么些年呢，朋友们带着我们一路走来，一路辛苦，也希望咱们陕派相声这个大戏，真正像咱们我开头所说的，屹立不倒啊，迎风凛凛，真的。我们这是尽一份力，中兴系列相声发展陕西曲艺，一直是我们的一个梦，一个梦。慢慢来吧。说实话，我这个人五音不全。是。真格的啊，我也五音不全，从小啊学什么东西学的不是太像，尽量的学一学吧。而且现在学的很多过去传统东西也没人爱听了，传统调太老，哎，传统没人听了，一会儿别人来了，咱们直接往下走。好家伙，您琢磨琢磨，现在都听了个流行歌曲，过去的小曲小调有几个人听的？对，过去多好，教人向善，劝人方，都是多好的词儿。是是是，您说羌族唱的歌，哪儿？羌族，云南那边，宝鸡羌族自治县。我上次去听了一回，挺不错的。嗯，人家小调唱的，哎呀，多好！现在没人流传下来，扔给学学嘛。金大鼓嘞，满大锣啦啦铃锣啦，独孤噜金唱锣啦啦，四金的弯弯啦，金能唱啊，听歌唱段十八哈么，先摸眉。继续，晚上把他带你们家唱去。没听说过在台上唱这十八摸。这有大庭广众，这是摇调啊！这是十八馍，人家蒸十八种馒头，有刺猬的、凤凰的、小猴的。你这个思想就容易被先摸妹的这句是哪儿来的？先摸妹蒸的这个刺猬馍，你这个思想过于龌龊，我告诉你，我敢说，我说波涛汹涌，你绝对想不到长江大海到黄河。您放心，我也想不到我嫂子。讨厌讨厌，什么话呀、啊？人过去唱的歌多好，嗯，包括那小调《北京竹板书》。哎呦，《北京竹板书》唱出来好听，嗯，现在没人唱，嗯，绝了，不存在了。还过去唱的那个调也好听，嗯，都是一般唱才子佳人的。您能来的，比如说这个什么叫红娘来的《西厢》《西厢记》，嗯，唱出来。泱泱啊满座，手儿托腮，叫声红娘，你快过来，你姑娘又见、这个不明的事，一从头咱诉说明白。曾经年少，那个爱追梦，一心只想啊往前飞，给我一杯。那个忘了情啊水，换我一生就不流泪。哎呀哟，哎呀哟，带着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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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绝了，活该！你咋是个这？北京竹板书啊，西厢，红娘崔莺莺，外带刘德华，后来团体是董云娜。还有传笛巩林大什么事儿？你这都唱歌是什么玩意儿？老听这些歌听岔了，岔了，满街都是放这些歌。嗯，巩林大的上下忐忑。刘德华的忘情水，天天听都听耳朵里都。流行歌听太多，弄岔。你现在流行歌，你觉得有什么好？你说实话，我确实不爱听流行歌。嗯，好像那词儿写的不好，词儿不好。你闭上眼睛，就是天黑。这怎么不好？谁闭上眼天黑？我一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唐龙要住江东，要住江西，你住江上，住王八这是怎么着？不要跟人抬杠。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这不对吗？等一礼拜就完了，这乱多混乱的。你这人，还有台湾那小子，谁呀、台湾那小子是周杰棍，周杰伦，周杰伦，嗯，唱那双截棍，嗯，你说有什么意思？这歌怎么念了？干什么干什么？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啊嘿！这是一种曲风啊，有什么意思？嗯，有什么呀？到好多人还学，好多人还学。这歌传唱的挺广，我就不爱听这个。嗯，我印象很深刻啊。嗯，我当年我们听曲是海子哥招生。嗯，我大徒弟海亮啊、过来，我们坐底下评委、海亮就过来了。我说那个这位、个、同学，你什么？你来应这个海子哥？什么才艺？对，我学相声。你学什么？我学相声，你有啥才艺呢？我能整歌，我歌整的老好听了。这是什么词儿？我得整一个了。他要唱一个，你整一个。你别学他的行吗？互动吧，互动。别互动这，他就给我唱了这个双截棍。双截棍怎么？而且唱的就好好唱呗。
好家伙，他口音那种东北味儿，急忙改不过来，一唱双截棍，好家伙，感觉就唱那啥，这流行二人转，流行歌拿这唱什么意思？就那感觉吗？什么感觉？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大爹。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大爹。好家伙，我就觉得我听着累的慌。没法听了，就方言不能拿唱这个。还有朋友，北京朋友，北京的，北京朋友，一口的北京土话，北京话，自己唱还不过瘾，北京话可能能好一点吧。哎呦呵，土话跟这些人压根不一样啊！好好唱就好好唱吧，还自己伴舞，还伴舞，麻利的使用双截棍的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的使用双截棍的怎么茬儿怎么茬儿，每天给我听的那把费劲。您这北京的朋友跟您有深厚的友谊吧？深厚的友谊，你看这德行，这讨厌不讨厌？没有这样唱歌的，有还有别的呢？这太难听了，别学了。四川朋友，这不没法听。四川朋友好听，好听吗？四川话绵软，四川话唱的好听，好听好听。四川话，你说干什么？走啥子？你说那川普？咱不要川普，不要四川边陲一带的话。四川边陲一带，这个四川话呀，哪儿？哪儿？四川边陲的话，四川话。不要用简称，听着瘆得慌。反正四川话，人家把干什么不叫干什么？干什么 ？Langer Yule。Langer Yule。哎 ，Langer Yule。这快使用，还使用双截棍棍儿。棍棍儿。哎，也有说摆放双截棍棍儿，反正就是棍棍儿往下走。棍棍。圆满。唱出来什么味儿呢 ？Langer Yule， 摆放双截棍棍儿，要得要得。Langer Yule， 摆放双截棍棍儿，要得要得。好听。这个可比这北京话好听的多了，哎，好听极了，这真不错。还有好听的，比四川话好听，河南话。河南话这怎么干什么？能咋呀？你能咋呀？快使用，使用叫示范，示范，示范。双截棍，哎呦，这个嘛，啊，全国独一份，河南话，我都没有听过这么叫。怎么说？双截棍他们叫出来，河南人，立截棍。乐结棍，乐结棍，乐乐乐乐乐乐。那你养个猪是怎么着？唱的好听，怎么唱呢？能上来快示范乐结棍，能上来快示范乐结棍，也乖乖。唱的好听啊！哎，河南那个最好听。哎，还有比较好听的哪儿啊？大唐雅音。陕西话好听，咱们这儿的。我听过一个东府的朋友唱，东渭南那边。哎，渭南那边的，这干什么？不叫干什么？渭南话，弄蒜哩。哎，弄蒜哩。这快使用，使用快这就叫麻烦了。快怎么说？你快吧，就可以麻它。一个字赶四个字，这叫赶板。这叫赶板。放那双截棍，双截棍是吧？嗯。一般这棍子是平行朝下的。胳膊棍，胳膊棍，嗯，陕西不，咱们陕西人这个性格决定的是朝上，怎么说？一说有霸气，来来，韩铁棍，他怎么忘记他？没法忘，双截棍，唱出来什么味儿啊？唱出来有霸气，您来了，肉多里可以马打是用双截棍，肉多里可以马打是用双截棍，谢俺爹你。我们青曲社也有一个小曲儿，咱最后送给各位，希望咱们的陕派相声能够越来越好。嗯，攀的是青云之上，嗯，围的是西部青堂，拼的是十级顿挫，笑的是世态炎凉，笑舞台难掩这世间万象啊，且看那。交流年复一年旅游黄昂昂昂，长安城四方来的都是乡党，爹的是羊肉包，后的是大秦腔，要借由就把这情绪舍来进哪、啊、听两段相声咱开怀笑一场。